真的可以吗？ 这里是木星，你的女朋友啦。今后我们要在一起哦，一起看书，一起回家，一起吃路边的小吃，不管做什么都要在一起。 把名字喊出来。
迟到了。离高考只剩三个月了，怎么一点紧迫感都没有？我是班长。作为高三的学生，学习本来就是首要任务，但就不是迟到的理由。现在我们不仅需要学习，还需要纪律。难道大家都说口头早自习就要取消吗？昨天你已经迟到被罚值日，但根本没有接受教训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班的风气就要被你带坏了。熬夜看书了。注意身体，卷子可以白天做。对，副班长说的对。我是学委。开始一起走就好啦。安静一点，其他人都在安静的看书，为什么就你们在讲话？安静，有话待会儿说。对，副班长说的对。就要高考了，所以大家都很紧张吧。昨天告白，今天却说这种话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的女朋友啦。今天正式上任。上任？刚才你们在说啥？上任？早上的叫喊真是让人热血沸腾啊！有你当战友，今天的值日我就不会孤军奋战了。不错，看见教室门是关的，我就去操场打球了。虽然被老师抓住罚了一星期的值日，但是比起男人的尊严，这点损失算不了什么。魏通，你又翘早自习啦？我
童一直都很有精神呢。那个，我们在学校里是不是低调一点比较好？不然会被大家知道的。大家回到教室里来。有一人请假。是勇士们的战场，我的灵魂。
为了全面进入高考的辩论状态，放学后我们去庆祝一番吧。去吧。你这个叛徒！是不是陪他去比较好？什么事啊？我是想和你一起回家。班委要统计每个人的状况，而且高三的课程和作息时间，学校进行了调整。我简单的和你说明一下。首先是这张表，表上有你的学习能力、身体状况等信息，对应的能力越高，考试的成绩也会越高。然后就是这个指令选择的面板，晚自习的时候你要根据自身状况定制计划。白天上课学习的科目是固定的，而这个指令可以切换上课时候的学习态度，分别有认真、普通、放松三种状态，这个状态也会在左边的表格显示出来。集中精神上课，学习能力会提升更多，但这样体力消耗会增大，压力也会增加得更快。体力不足会导致身体不适，而且有昏倒和生病的可能。压力越大，指令失败的几率就会越大。巨大的压力也会导致考试发挥失常。每天的课程可以在这里查看课程表。如果某一科目能力很高，对应的课就可以稍微放松一些。人的精力有限，合理安排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。其他的资讯你可以参考这里的高考指南，这是学生会自制的资讯杂志，每个月都会更新，在上面可以找到一些和高考有关的信息。这一期的内容是数值和指令的详细说明，对你很有帮助。那么就这样，有不懂的再问我。
没有多久啦。原来在学校门口会被看见。好吓人啊。大家为什么要叫他美杜莎呢？就这样，公交车来了。明天上学的时候，我在路口等你。先走啦。今天很早啊。早安。今天出门这么早，很少见啊。每天都这个时候去学校，难道你没注意过？有些事要处理，所以请假。昨天班上发生了什么吗？谢谢。
怎么了？不继续往前走了吗？需不需要帮忙？真巧，刚遇上他，现在又碰到你了。真巧啊！我先去吃早点了，待会儿见。那边有家快餐店，我经常去。哟，你们来得很早啊。嗯，早上好。嘿嘿嘿，和人约好要用篮球一决胜负，待会儿来为我加油助威吧。被罚了一周就不在乎多一周了，哈哈哈。早啊，大家。哦，小韩，昨天你没来真是太可惜了。梅老师激动人心的演讲，大家听完都热血沸腾啊。小韩，需要我给你重复一遍吗？这家店的小蛋糕非常有名，刚才正好路过买了几块。好小，一点都不爷们儿。大的不好拿。在那个车站，往反方向走一站路的地方。我
继续说这个蛋糕吧。其实今天能买到非常幸运。难道是稀有道具？这个蛋糕做得非常慢，而且一次只能烤几个。是啊，如果错过了就要等很久呢。啊，早自习要开始了。吃饭了，但是真的很好吃啊，里面软软的，而且有柠檬的香味，奶油很甜，但是一点都不腻，放在嘴里好像泡沫一样。早上听见你的喊声，让人激动万分呢。丢死人了啦！你不是很早就来了吗？中途跑出去干嘛？这……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我的书也经常掉在路边。全胜，我怎么可能会输？现在一共是三个星期，厉害吧？大家都吃完了吗？那就陪我一起吃吧。但是他不饿。哦，蛋糕好吃吗？没有，我才没有吃蛋糕。早上给你的那个蛋糕没吃吗？那个非常好吃，柠檬味的最棒了。
但我给你的是香草味的。哎，这种小蛋糕每一批的口味都不一样，据说第一批是香草味，第二批才是柠檬味的。你是怎么吃到第二批的？怎么了？突然就逃走了？什么？因为区区的蛋糕就要逃走？